嗨，我是 Eric， 我是一杰，他是 Bibo。今天刚好是最特别的一天，此生只会遇到一次，因为2020520，对吧？对啊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代表着爱你，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爱你 ，Bibo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告白啊，不是告白日吗？那今天呢，我打算给一杰一个惊喜，但是呢，这个惊喜呢就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。这个游戏就是玩骰子游戏，我想要给他一个520的礼物，但是这礼物呢，完全靠你自己的运气。你骰到一就是10000块，骰到六就是60000块，反正最少还是有10000嘛。最少的还有10000。今天呢，骰到这个钱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发去逛街，看你要买什么都不设限，买什么都可以，都不管你。这就是你的礼物金，或两颗骰子，可以吗？只有一个，骰到一不能后悔。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重拍，一次就一次，没有重拍这件事情。好，准备上道具。一姐紧张吗？还好，反正我运气好像也不会抽到6万。有就好了，反正原本是没有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打算呢就用手机的骰子。那应该要10万、20万、30万、50万、60万。哎，玩一个游戏直接破产。这样好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那我就不用先看。好紧张、哦。按哪？3、2、1，按。有吗？对，哇，天哪，一定是10000块。不是，我这么衰。一杰你自己看，2万。2万块买不起，我要自己贴钱啊。2万块买什么？好，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皮包来。今天真是心情不太好，1/6的机会。我至少抽个3万以上，至少也1/2啊！我居然抽不到。再想一个好处，你至少不是抽到10000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可以重抽啊？说不定大家就想看我怎么花钱呢、啊？没有，大家不想看。我的卡片已经交在你的手上了。那不够的怎么办？不够的可能就要你自己拿你的信用卡出来付。这手机坏掉，谁知道是不是坏掉？要不然再按，他一定按得出来6。靠！这是你的运气，怎么有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啊！你这个坏掉了啦！我按一次，我按一次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按一次，你看，我是他的运气，你的手是臭手哎、欸。我等一下呢，推着 Bibo 到处走，我带他去逛，这个就是你自己专属的购物时间，20000块的 Party Time。对，好，不要再玩动身了。好，他最近不睡觉，都在玩动身，一天宁可牺牲他睡眠时间，也要玩动身。对，给我去看医生。我们去 shopping 喽。出吧 ，Go Go Go！ 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我现在即将要跟一杰分开了。你有你的美好的人生，今天现在目前有2小时的自己的购物时间，我决定就在这边，一杰，我们这边要原地解散了。我要去过我自己的人生了，把卡片交给你，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我想说，趁他在逛街这段时间呢，然后我去买个花，然后送他，因为他很喜欢花。买完了，但是我只买到了一束。我刚刚跑了2家，一家是完全没有花可以买，然后另外一家说他数了一下，他说不够，我只能卖给你一束而已。然后我现在就要等一姐逛完街，然后跟他碰面。耶，我们家一姐买完礼物回来了。没错，我只花了10分钟。10分钟搞定。对，那你去了2小时是去哪里？上厕所啊，路边想啊。哦，要不要太兴奋了？他现在看到我太兴奋了。冷静。然后请那个佩玉帮我拍一下。他们真的很不要脸，他们叫我算起来怎样？因为今天是520，一姐520开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去吃饭了。Go！ 佩玉幻想着他的520要跟正信一起过的。我没有这么想，我就是自己过得很好。今天我预定的一家我也没吃过，是一姐她觉得很好吃的一家素食餐厅。佩玉知道是素食了，没错。他要溜走了，先回家喽。颠覆你的想象。现在我们来开箱一杰，究竟用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对。大概应该很难抉择，因为20000块真的是很难发挥的一个数字。对啊。我很好奇他到底买什么。我买了一个 Tiffany 的东西。Tiffany 什么？我还贴钱。哈？因为不够啊。哦，所以你还自己贴钱？对啊。
因为我想说要买一个有纪念性的价值。什么东西？快帮我打开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抽前你还要我打开，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你买什么。女生的幸福名牌。他买了一个戒指。我想说520要买个纪念性的东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买了一个戒指。嗯，这样子是对的吗？小到看不到哎、欸。小到看不到。戴食指。对，因为我这边已经戴一个了，还没吧？哇，蛮漂亮的、欸。对啊，我蛮喜欢。但是一姐，怎么了？这个多少钱？29000。29000，但是你的游戏你是抽到20000块，那我不知道买什么。好啦，居然都超过了，就当做送你的520礼物。可恶，没买6万。有没有？我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个有钻的是6万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对。然后我也有送一个礼物给你，我很贴心吧？送我吗？对啊。你送我什么礼物？给你的。哦，YSL，我最喜欢的。对，我想说我自己拿礼物有点不太好意思，我就花钱买给你了。香水、嗯、怎么听起来？它是我香水，因为没有我喜欢，因为我现在就是用他们的牌子的香水。对。然后我那一瓶已经快喷完了，剩这样一点点。对，他舍不得喷。我舍不得，因为他很喜欢。对。我就买了、哦，这是我喜欢的香水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还不知道长怎样哦。然后不是我随身瓶，那时候去法国好送，我就带去啊。对，我就给柜姐说，请问这瓶是哪一瓶？他就拿给我了，我就说那我买这一瓶。我得到了一个礼物哎，好开心哦！欸、谢谢你五二零的礼物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原本想说我还自己贴9000块，赚到了。可恶，早知道买6万。对啊。六万，我真的不会贴，除非你自谁到。六万。好了，那我们要交接一次了。把卡片还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欢迎有看到那个卡片上面号码的观众朋友都可以自己刷，我会直接打码打掉，我会重办一张，你们想都别想。520快乐，亲一个。好饿，我真的吐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吃饭。我们到家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没错。啊，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520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